们公安部到底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们小姑娘的人身安全呢？真的是，十字路口的那个交警怎么那么帅呀、啊？还让不让人熬过人行道了？真的是太好看了！哎呀，真讨厌，搞得我还想再过一遍人行道。你们公安部怎么搞的？搞这么帅的小哥哥来执勤？哎呀，真的好好看。摘口罩干嘛？就是我一个女孩子坐大驾也不安全，我再把你的照片拍下来给我闺蜜发过去。嗯，有道理，来吧。是心动啊，走的那个哥啊，一会儿出事了，我不吱声啊。嗯，你也不许吱声。你要干嘛？你等着，我马上去帮你考察一下。别别别别去！The girls are on me。帅哥你好，可以认识一下吗？啊，可以啊。Lady go！ 妈呀！在外面吃饭，看到隔壁桌有一个特别帅的小哥哥，就想着偷拍一下，但是又怕被人家发现，就假装。请问一下，可以加你微信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上班，不好意思。好吧，我下次来，谢谢。小姐看到我，连忙提醒她闺蜜看我，她闺蜜说：“啊，你说什么？后面有帅哥。”她看到我的表情十分的冷漠，然后转过头跟小姐姐说：“就那样吧。”小姐说：“你要不要再看看？”这时我才发现这个小姐姐在偷拍我，她看我转了过来，一把放下了手机。这时他们准备下车了，就在那一瞬间，他们一些都看了。女孩子们说：“快看那个男的脸上长了个摄像头。”我也是，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。这边有点尴尬哈、啊，嗯，不然先举一个吧，气氛刚刚，好像是不太合适哈，粗鲁的。那啥，我有点重要的事情。你打个电话，你等我哟。他在干嘛呀？跟谁发消息啊？搞得神神秘秘的。姐妹们，要听话！晚上全体集合，有个小 baby 好帅呀！今天全力给我办他，把他给我办的神志不清。Over。下一位。我呀，帅哥，帅哥，平时健身吗？我身材不错。这年轻人，给我靠！你外卖？啊，谢谢。嗯，帅哥，喝酒去吗？我不喝酒，不好意思。14亿人，我就选了你一个，小小弟，不要不识抬举。不识抬举？那好吧。我5点钟下班，等我。哎呀，你不懂，为了美嘛。哎，帅哥，哎，你会无法能理解，剧终会改变，所以日中要离开，我的人没喊来，你哪里不在头？
好的，去稍等。你的双眼让我好奇的看你，所有的剧情全部都是这个字有点黄了。好的，没有吗？那算了吧。你让我变得更加的着迷，是你让时间变得格外拥挤。那你晚上肯定是欺负我呀。全世界都是你控制的领地，是受的气。太挤了，你都挤死了，新宿不是你家的，别管他太挤了，这是太挤，你火车上去了。几次撑得上让自己醉，让自己哎，哥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我闺蜜。你好你好，我是他嫂子。当你和你的姐妹自拍时看见帅哥，盘点当美女看到自拍看见帅哥时，面目表色的想你想你，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，你明明不在我身边，我却觉得很亲。小酒窝长睫毛，迷人的无可救药，我放慢了步调。三围短发，我想要带你回家，在那深夜酒吧，那段他是真是假。你钟情跳吧，忘记钟意的他，你是最迷人的。小弟呀，在结束了，来坐着了，还得接客。杨野，夸你半天了，喝点啥？喝点啥？喝点酒吧，来点白的。过节了，这多好啊，这腰是不是特别大？嗯，这来了，你哎，这劲儿，懵了，白的皮的，随便，看你心情。喝好了做朋友，喝不好做夫妻。小宝贝儿，太宝贝儿了，这么快乐了。简单喝口啊，简单喝口啊，我们夫妻俩敬大家，新年快乐啊，夫妻俩。咱们两个在外面要温婉一点，贤良一点，不要见着个男的就怎么样，怎么对人家干嘛的，是不是？文姐，文姐，给你1000块钱，你让我亲你一口，同意吗？臭流氓！你干啥呀？你不是说1000块钱亲一下吗？我就问问，想得美。五一小姐姐看到了我表情非常的害羞，她下意识跟闺蜜说快看有帅哥，她闺蜜看到了我，红衣小姐姐连忙问她怎么样帅吗，
闺蜜说还行吧。这时红衣小姐突然拽了一下前面这个小姐，示意让她看我，她看到了我，表情非常的惊讶。而此时正在求婚的小哥哥表情却十分的无语，过来跟我说他女朋友的闺蜜看上我了，我能不能过去和她认识一下，顺便见证一下她的求婚。于是我就过去了，看到他们这浪漫的一刻，大家都很开心。红衣小姐又害羞的看了我一眼，哎，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妹。姐姐看到了我，她又看了我一眼后，连忙摇了一下闺蜜的手臂。闺蜜问怎么了，怪她你后面有帅哥。她闺蜜看到了我，表情非常的羞涩，然后转过头跟小姐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，说完又看了我一眼。此时旁边的小姐姐也看着我，场面一度陷入尴尬。这时他们准备下车了，就在他们下车的一瞬间，他们忍不住又看了我一眼，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。哎，把你臭手放开，不要趁我看不见，是我闺蜜豆腐。老板，来碗面。老板，这是谁啊？值得我学学 Guess what 了，学学 Guess。 我去，这什么情况？这是对不起啊大哥，我看你车后面贴着大龄青年追尾必娶、啊、我这不单身吗，一激动光追尾了。咱谁也别给谁添堵了，我自己修修就行了，你走吧。老公，我们什么时候去领证呀、啊？不用，你走吧。我不跟你不得，老公。啊，真不用。哎呀，你走吧。站住！我给你看个宝贝怎么样？什么宝贝？你猜这是什么？什么呀？我妈当然追我爸，用的就是这个宝贝。哎呦我的妈！走吧，领证去。